Only Lady TV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期的 Converse Star 王李坤。其实我挺喜欢今天有一些复古的一些东西，比如我们的道具，我觉得这比如弹簧床啊，还有这个墙旧旧的，搭配我们的那些个毛衣，我觉得非常有质感。但是如果说我特别喜欢的话，应该是那个白色的毛衣吧，带小鹿的那个，比较舒适，比较随意，就是挺像生活中的我。生活中大部分就简单舒适是最重要的。心得的话，对我来说复杂的东西可能是个人爱好吧，不太喜欢，可能一身衣服可能会只找一个亮点，或者是包包啊、饰品啊、鞋子啊，就找一个亮点出来吧。颜色我个人喜欢比较单调的颜色，可能跟人一样无聊吧。其实秋季皮肤相对来说会比较爱敏感一些，因为比较干嘛。我比较喜欢用一些纯天然的呀，对皮肤减少一些刺激，平时能不化妆就不化妆，然后包括你的睡眠，然后饮食多喝水，吃水果，然后注意方方面面的保养吧，多敷面膜，其实尽量给自己增加一些水分在体内。关注 Only Lady， 全球潮流一手掌握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丽坤。